1905年，中国北方的传统婚礼上，一对新娘与新郎正盘腿坐在炕上饮酒。当时，北方家家户户都垒起火炕，而南方大多使用木床。这对新人的家庭条件还不错，火炕的炕口处还雕刻着纹饰，墙上挂着花鸟条幅画，面前的小炕桌上好似摆着一盘苹果。当时，桃、杏、梨都不算稀罕物，而苹果可并不是一般人家可享受的水果。新郎穿着低品级的官服，这并能说明他是一位低品级的官员，因为当时新婚中的新郎可被允许穿一定品级的官服，婚礼结束后自然要脱下来。这些官服都可以在店铺中租到。新娘的这身婚服一般都是自己娘家缝制，婚后这件婚服将会压箱底，